都北京的地址，全都订过。我是在附近，我看有什么好吃的外卖没？我只是看一下，知道吧？你联系的所有商家，我们都已经找过了。你用的东西，你用的照片都是同一张，你还用我跟你多说吗？发现这个人点位是在陕西西安，但是呢，他的所有的订单我们处理完之后，涉及到18个省市。觉得是订到北京上班了，好几百单了。大概啊，每一次管别人要多少钱？有的可你可不是500，人可以给你转的也不是500。